继续是环保方面的消息，嘉义县环保局今仔日上午举行新任局长赵秉新宣誓就职典礼，仪式伫县长张华冠主持之下，由代理局长刘明全将印信交由新任局长赵秉新。张华冠并勉励新任局长赵秉新全力以赴，发扬环保局传统的优良，创造嘉义县美好的生活空间。新任环保局长赵秉新毕业于台大环工所硕士，东吴大学法律系硕士，具有高考环工、环保行政资格以及环工技师执照。曾经担任桃园县政府环保局稽查员、环保署技师、技警、总技处科长、督察总队中区大队队长，学经历非常丰富。能够继续坚守本我们的本位、我们的职务啊。不要受到政治的影响，不必受到政治的影响，我们要把嘉义的环保作为我们嘉义县政的特色之一，再继续特优下去啊！我们的研考科是考处是不是管这个？是的哈，王处长是管这个的哈，你知影哈，我哈，我嘛是这种哈，哎，表现太好了哈，好了太多好好好好好哈，所以哈我希望哈我们的环保局哈，我们就要彻底把我们的形象固定起来哈，不要让不法分子哈，因为在过去哈长时间哈，我们碰到最棘手就是袁局长刚来的时候，很多。废弃物业者呢，他哦，招过来的时候去做下来就小的无人用的厂房，把那个废油放在里面，那个地主哦，扛这个租金管，结果下底迄个哦，那就不定时炸弹。张华冠表示，近几冬，县府环保局团队在环保的推动上真有成效，各项科学拢明在前茅。希望赵局长接棒了后，会当继续发扬光大，为嘉义县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。环保局长赵秉新表示，未来也将发挥家己的专长，积极推展各项环保业务，有效运用人力资源，提供嘉义县民上优质的生活环境。新闻，张乃成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